是第三趟下来之后，我差点都撞在了这个墙上，因为我的眼睛一直是看着他们，从来没离开过这个事情。真的是特别特别激动，他们能够来到现场，然后去跟我分享我人生中最特殊、最神圣的一个瞬间吧。第三趟出发的时候，完全是享受着这个瞬间吧。我也是看了四周，然后看了下面所有为我欢呼的人，真的是特别的感激。